近排同 TVB 最后一个笋款马国明传出绯闻嘅马太王心颖，呢日又低胸又大露背咁，好鬼养眼喎！咁呢排成日俾人影到同马明约会嘅心颖 BB， 到底而家同马明进展成点啊？我同佢啲绯闻系传到咧，我日日睇新闻咧都唔系好想睇，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好厌好烦，我都惊啲读者会睇到厌啊！有冇進展啊 ？So far， 自從俾人哋拍低，即係影到之後咧，都冇乜嘅，因為我哋大家都好忙拍緊劇，所以就係咯。但係都仲係朋友關係啦，都係要了解一下啦。單獨兩個人去睇戲，應該都唔止係朋友咁簡單啩。咁馬明而家係咪好努力咁追緊你呢？佢有冇猛烈追我呢啲嘢？你問翻佢啦。我大家都唔係嗰啲，即係又唔係好年輕，唔係嗰啲會好熱戀啊，或者即係唔係嗰種啦，已經係要即係睇下大家溝唔溝通得到，係咯。所以你話熱烈追求就又唔可以咁樣講，係咯。咁即係話同馬明絕對係有可能繼續發展落去噶啦。肯花時間去同一個人去睇戲或者食飯，我諗都即係會係 more than friends 咯。咁但係係咯，即係仲未到嗰個階段。另外，最近无辜被人传佢背妻出轨的小春，就话要多谢太太丁丁的信任和支持啦。这个要当然就谢谢老婆这么相信我，这么支持我。我自己一家人就不可能给你这写两句、讲两下就能够毁了。对啊，就这样子。同老婆咁恩爱，有冇谂过生多个女凑成一个好字啊？我当然想啊，当然想，但是这个是要看缘分吧，要看那个老天爷能不能再给我一次。而为音乐剧《风云》努力彩排紧嘅谢天华，提到首演突然间要延期，惊唔惊会影响到观众先？我知道改期是对一些买了第一场、第二场的观众是有一定的影响。可是我真的抱歉，告诉他们，我们想那个音乐剧，达到那个完美的效果，所以真的不好意思，真的抱歉，希望我们公演的时候有一个圆满的演出。